来关心台北市政府因为网军争议杠上市议员，尤其是简淑培还有苗博雅两个人今天再出招了。简淑培爆料指控在 PTT 发文员工的主管都是民众党籍，被点名的官船局长刘益廷出面驳斥，柯文哲更大酸谁有网军心里有数。其实谁有网军谁没有网军，大家都心里有数了。再度驳斥北市府绝对没有网军，但如今北市议员调出牵扯网军风波，公务员隶属局处，我不是在造谣。事件源头会展中心林姓员工隶属产发局管辖，加上官船局和交通局员工总计四人，恰好三位局长刚好都是民众党员。是不是这一些局处首长的放任刚刚好就都是民众党籍的创党局长？所以是不是有特别的任务？同仁在上班的期间，遇到这样子的情形，我们就照规定来处理。那我想跟我本人的党籍，我想应该是没有绝对的关系。官船局长亲上火线驳斥，但议员苗博雅日前要求交通局科长在议会当众念出贴文，极尽善笑羞辱，这个我非常生气，让柯文哲公开谴责，声称保护下属，让苗博雅大呛柯P自己侮辱公务员，历史一大堆。我的阵容是撤掉算了。我说赵家就是赵家，有没有疑问？我如果今天还在台大当柯P，你知道吗？施崇良还在急诊处，你敢讲那种狠话？我早就精力就砸过去。也让柯文哲和议员们再度隔空对呛，尤其是柯文哲市长。还耍帅，不能保护自己的公务员就没办法当长官。其实他自己是最会羞辱公务员的市长。全台北市政府的员工去上 PTT 留言，就被说是网军，你相信吗？那 这几个他们的首长是民众党籍，你觉得呢？老百姓也有判断能力。That's all。网军疑云陷入各说各话，不同阵营谁有网军，只能留给所有民众自由行政。记者宋翔、高子尧台北报道。